睇過，有人睇咗 Game Rift 就可以就哇咁哇屌個波一定要喎，係咪卡係咪卡著啊？呢度嘢一開波係咪要卡著啊？啲樹好似使唔使殺㗎？啲樹啊，嗰兩隻雀仔咁 cute 嘅，啲樹係做乜勁嘅咧？其实可以唔储气啫。嗰个盾减防。OK。但啲雀好似唔会输神嘅，唔会互相输神嘅，系咪先？你又咪好似 SS turn charge？佢有冇咩噶？有冇睇撞噏嗰啲啊？嗱，睇唔到暂时。剑心劲啊 ，FS 卡一半系嘛 ？OK。哦，啲树可唔可以卡呢？啲树卡咗定系卡树咧？可以啊，啲树可以卡。我啲雀，啲雀仲友情扣咁多嘅。哦。OK， 咁暂时都好似貌似系啲爽快型游戏嚟喎。王直咬两倍，雀呢？一拳十几万、哦，啲雀都有两倍直咬啦，起码。喂，推手嚟减防系咩玩法？入边。一拳十几万，我啱啱见下边个，啱啱见龙锤闪一拳打只雀十几万，即系应该小怪都两倍直咬，咁都 OK 啦。咁但系友情打入嘅，哦，有只咁嘅戇鸠雀难摆咗喺度嘅，佢想点啫？哦，佢戇鸠噶，真系咁多嘅。我吹风，哦。哦，跟住佢会放，跟住佢，跟住雀男又会召唤佢只雀，跟住就即刻露了。OK。其实都系唔好俾佢减，唔好俾佢减防，唔好俾佢减到防又健康噶。卡爆下面只雀好嘛？会唔会好啲啊？总之杀咗下面只雀先会好啲啊！追住波士打，够唔够杀？够唔够杀噶？我屌咁好死咗，劲！跑蠢跑蠢无伤，雀应该三倍，应该差唔多三倍。佢有下方炸弹，佢有下方弱点喎。原来只雀，O K 靓，佢有下方弱点嘅喎。雀应该唔知两倍定三倍啦。咁但系都系啲小怪打入嘅，咁呢度就应该杀咗啲需要杀嘅雀先咯。睇下。友情打波士都打入噶，哦 ，OK， 哇靓可以卡，我、哦、佢叫你摄佢墙啊，定系乜嘢咧？睇唔穿。只波士又好似唔系好打人嘅，梗系加工啦。可以用套啊，啲黑洞都多噶嘛，黑洞都多噶嘛，其实，所以其实可以考虑用套噶。你只套打呢版个攻击力唔会争太多嘅咋？哦 ，OK， 有着。认真啊，可以用套啊！我觉得套你打呢版应该劲嘅，属于系，因为呢版又唔系讲咩熟噏嗰啲。咁你譬如你走去屌爆啲雀，基本上就安全啊嘛，系咯。系咯，套 Q 雀啊嘛，套啊梗系杀雀噶啦，好合理啫。
哇，加撚完工之後，好戇鳩毛，睇下先。屌你只翼板冇嘢咁劲嘅，只翼板冇嘢，只要加捻完，即系帮啲兄弟加捻完工，件事咁捻劲嘅，啲战斗力争几捻远，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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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一齐俾人减工好捻大镬，唔系俾人减房好捻大镬，小心啲先得喎，我哋依家睇下先，翼板冇嘢非常之可怕。啲雀唔系鸟族噶，呢啲雀，呢啲雀唔系鸟族噶，呢啲雀并不是鸟族噶。但系嗰棵树究竟会做咩嘅咧？即系除咗净系放呢啲咁嘅飞机之外，即系放呢啲飞刀之外，仲会做一啲好令人发指嘅事项。其实我觉得佢本身啲雀系俾你卡爆嘅，猪八戒喺呢个状况。Oh nice。啊，系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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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佢呢个咪等于十四咗呢一下。猪八戒，古里亚的吉的的吉大哟，苏达苏肯啊，只可以。咁另外，其实可以唔一定要将即系唔一定要储气嘅，有时即系譬如如果自己个猫喺个波入边嘅，其实你可以考虑唔储气就干掉啲雀咁样样咯，系咯。哇！真系好彩有剑心同埋有翼板武，有呢、這个有呢个咩啫？有武嘢啫。如果唔系都唔知搞乜春好喎，劲捻麻烦。66人妻，佢都板嘢好长喎，板嘢好捻攰喎。哦，咁啊，终于入到波士战啦，好捻长喎，长个马捻喎。我呢度好吸引，不过选择杀雀。shit， 净系杀咗只嘅。十turn时间。哦，啲雀会俾你卡噶嘛？啊，卡唔卡咧？算唔算系卡咧？龙条闪 ，nice， 一只劈来，哇，劲！系咪可以卡噶呢个位置？其实呢个位其实可唔可以卡噶？呢个位其实可唔可以卡噶？三只俾人干房，应该都死嘅呢度。OK 嘅。嗱，个问题一开波啊，阵间可以加唔加个工啊？上面嗰四只你一只都冇啊？啲小声好搞笑，系咯系咯系咯。睇下先，哇！呢度点啊？呢度，OK， 交两只，剑心一刀傻低佢噶啦。总之杀到啲杀到嘅附近嗰啲雀啊，嗰啲树啊，嗰啲就先咯。如果唔系就好捻麻烦。啊！入啊！小心啊！呢度要杀，呢度要杀咁啲雀喎。个技留翻，个技留翻。你要杀咁啲雀喎，如果唔系剑心好捻麻烦。其实有剑心个技，你基本上开路嘅啫。吓爆技嘥咗，依家加紧一点几攻，攞嚟做咩啊？交俾自己，交俾我啊！交俾我啊！食唔到心喎、啊，搵镜啊呢个位。哦，个鬼呢？又出嘴啦，又出嘴啦！呢度可唔可以一刀劈低佢？但系呢度如果一刀劈唔低佢，我哋咪死咯！搵镜呢度一刀劈唔低佢。咦、啊？咁啱隔篱死咗，顶住顶住，开盾！唔知边个开盾？系我啊！
太完美啦！咁样开盾发黐线，哈哈哈哈哈！哎 ，nice，nice。